OK，好，这样会来源上台前的金线是我们额外的部分，都我们呢做太多妆，所以我的卡域缺爆了。现在变成说有钱，但是没有卡域做妆，真让我伤透脑筋了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一期就，不限打恐爆了。我们上期虽然说打开玉，但是其实我们一直在拼命打恐爆。我们这一期以破奖金为主要目的。而且。后来发现，其实有开了一个活动任务是 那个必出力战恐爆的金色的恐爆，好厉害！对，攻击超高，他扒我一下，我的血一半不见了。他生气状还扒我一下，我几乎90%血都不见了。所以，虽然我目前打他，我都还没有猫了，对，都是别人在猫，可是这猫的好快，所以力战恐怕我觉得我可能要提升一些防御再去啊。不过我这套是不是已经充满了？我这套是已经充满的了，不过我们在做，我上集在穿那一套，其实，他的装备还没充好，那防御才是那个追踪者仓库，残虐都还没有充满，所以今天要赶快那个收集凯玉，对，收集凯玉，收集凯玉，收集，收集，收集凯玉。御龙者，鸟龙者，我们抓，对，叫三只，捕获进阶鸟龙者。他这个三个可以一起进行的，那我们去找个鲶鱼龙调查吧。怎么刚好呢？熔岩农业好，没有，自己开好了。可是我是不是很想打熔岩龙啊？算了，我们打自由就好了，打自由比较快。进阶。
泥泞状态。就顺便练剪切了。对你说，为什么喉咙状态有点差？我比导虫更知道他在哪。这比较不好剪切，从哪里打过来我完全看不到。
感觉就是用弓的筷子。拔刀弓来打好了，能拔刀弓打得快一点。棉花包子草，迷ったら食ってみろ。因为懂地图，所以他会读快一点。忘记收工，我电不工，还玩了几下子。现在龙石更麻烦了，以前龙石可以用那个总安弓，现在已经不行了。
真的已经不能用转弯弓了。用龙丝打这种长条形就是快。哦，上凯玉，好动哦！凯玉其实打龙也会掉，然后报酬会高，只是就比较随机一点。上凯玉是就加五点那种而已，肯定要打到力战才可以见凯玉吧。装备没有冲上去，就不用想要打力战了。所以现在首要目标是冲装了。也不是说不要想打力战，因为凭我的技术没有办法全部闪掉，所以明灯呢？なんてことだ？怎么跟你妹长得很像啊？一点也不像啊，真有趣。你妹啊，最有妹妹的，醒醒吧，肥仔，你没有妹妹。啊、不对，你有妹妹，呜、可恶，你竟然有妹妹！采集蜂蜜十次，就有一颗尖凯玉，哪里有这么多蜂蜜给我们采？龙结晶之地，门口一颗，打十次任务就一个，就有点久。陆山火，三场才两个尖凯玉而已，不值得。接下来会打什么？压力。采集这么多骨头，还可以还这么少，十只虫，十只虫之间考虑，好像还可接受。不对，我的包包一直都很满。接下来就打鱼龙跟飞龙都可以。这是古龙。鸟龙跟飞龙。说那个什么恐暴弓非常厉害，我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做个恐暴弓来问问看？
那我们还是往刚射好。等一下看一下，仓库是怕龙吗？肉毒有两怕不怕龙啊？我现在用的龙弓是用那个石头，有人说石头也没有说很强啊。怕龙啊！很仓户还怕什么？冰哦！OK，那我们拿冰弓去打。这么高，听到了。可能连体力装都来不及穿上就死。喂，等一下，为什么没显示？安安，早安。
嗯，正在收集凯玉中，有钱充不了装，伤心。冲冲冲！不骑不行，按到取色了。单人的时候习惯用取色控场。水千，其实只是因为睡不着，因为挂念着自己的装备，我的装备他们一直没有被填满，感觉孤单这样子。没有凯玉充装，空有钱也没用，呜呜呜呜，现在只能拼命结奖金了。波波家。抓他！Nice！哦，飞龙种完成两个奖金了。再来是毒药鸟，毒药鸟在哪？还没有开出来啊。不对，骗了。每次他都那导虫降智队直接带我去找一次仓库。好嘞，啊，导虫都扛掉了吗？他真的坑掉了，他为什么带我走这里啊？先开场运。好大声，好大声！亲爱，亲爱的水千。我水千是在玩 Hello 那一个，我好像。还没有玩过，虽然说之前有几次看到 Steam 好像在特价，但是我却没有买。Hollow Knight，啊切！
要取之不尽的宝剑，那个宝具库，给都巴比脸。按错 ，sorry， 大剑大大，对不起，不小心按到了。哦，我怎么对着木兽剑，吓死我了！三连射，主要鸟平，你也想要学那个三连炎是不是？你还差得远呢、啊。快点把闪起来！啊，来不及！哎哎，不要鸟了！啊，我常常都是默默的看。哦，有人拿到宝玉了，幸运，这么幸运。其实我这么晚开，其实有原因，我就在跟我们家团长聊天，聊太晚。啊，对，我不用力，我不要危险度一的，我危险度二就好。危险度一的力战我都懒得打，我全都删了，我删到只剩危险度二以上了。我才不要危险度一的呢，不要给我。嘴巴上说不要，身体却挺诚实的让人捡。耶嘿！哇，都是明亮宝珠，这不是危险度二的吗？为什么都是明亮宝珠，连发光都没有？耐放、耐冲、耐射、耐爆哎、欸！哎，两个都我。太多东西没玩，太多东西啊！啊，可是 RO 呢？现在也没有办法出团，那大家都不玩。我们工会的也又上不上的。RO 最近要传各种退坑潮，伤心啊，撑不下去了吗？啊哈哈哈哈！哈迪尼扩卡，耶耶，好多好多，满满的兽龙种，我要各种兽龙种，这样子我就可以去打，打那个叫什么口爆龙，我去打你，来，我们来打一场口爆龙。可是现在有那个驿站空爆哎。感觉好恐怖啊！最多两人的恐怖。搞像是乌托骑士一样，装了耐障，不是耐障，耐震。这样就不会因为他这样子跳跳跳失衡了。但是你却没有戴耳塞。
而且他震的频率比较高了。耳塞的话，我都看他想要仰天长啸的时候再来间接看看能不能间接到。虽然说我好像没有正功一次间接到过。对哦，人家说间接可以当耳塞用，但是我从来没有成功过一次。哎，是入山虎，竟然是入山虎，酷酷盖呀！对，入山虎恐怖会从哪？追追追！ここにある。都不通，日文英文都不通。咦？那我只会简单说个几句而已。所以，你如果真的拿日文的绘画来跟我讲话，我是看不懂。我要去请我们的 Google 小姐来 translate 一下。不像 Popolo 有办法，英文这么厉害，我的英文就军标而已，连前标都没有。呜呜呜呜！哦，苏姐，帅！啊，为什么这样的人撞到我？哎呦，是喜欢用闪光弹的朋友。どこ？他说，在他生气之前，脚是弱点；生气之后，就打那个腹部跟下巴。哦，好险！NG 文是哪些？NG 文是什么？NG 就是母汤哦，这样子哦，母汤哦。啊！倒れた，快点，我们去解他的尾巴。我又是一个麻痹，起飞！给我砍脚脚，我打你脚脚。你以为他震倒我吗？以前可以，现在可不行了。啊，操嘞的！日本語大丈夫？大丈夫的，問題ない。虽然说你说，但是我不一定听得懂，就是。いいのか、そんな装備が大丈夫か。大丈夫だ、問題ない。ドゥー、ドーン、神は入っている。ここで死ぬ定めはないと。ドゥル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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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ルイーノック一代恶搞之王，那精美的脸庞，填满了我的大学生活，填满了几个月份的空虚，这样子。啊，你竟然水两次，这样如果再打一战的话，已经死了。お前も死んでいる。お前はもう死んでいる。炫耀你在这干嘛？你要被吃啊！
驯鸟快逃，驯鸟快逃，师姐，师姐漂亮，解啊解啊！驯鸟快逃啊！快逃啊，驯鸟！啊，驯鸟被叼起来啊！求了，求了！你看林汤啊，是把长老拿起来当武器，你真的是恐暴，真的是把这个神髓发挥的淋漓尽致。啊！口臭，臭爆！几天没刷牙，说，我从来不刷牙。好嘞，好嘞，为什么是我咬到？其实那个趴在地上状态可以射闪光，有时候可以自救。King， 赏个樱花。超嘞大，哇，斩斧好强哦！咚！不对，我已经不怕，我已经不怕针了，下意识又得了。哇、哦！太生气就是。啊！来不及了！哎、欸，到现在还没喷到我。可以啊，没问题啊，只是赢不赢得了就目前再没赢过了，虽然都不是我猫的，但是我也不觉得我一个人打分，我也不觉得我一个人打难。哎，被捞飞。你个家大，要说，虽然说在团体战的时候没猫过，但是我一个人打的时候，应该都是我会，应该是会猫了。这家伙这么变态，こいつが普通じゃないぞ。我只加油啊！哦呦，跳那么远！哦呦！哎呀，剑切没按到，耳塞没剑切到。错误的时间点磨刀，看临阵磨枪，不亮也光。这是某个教历史的补教老师在帮某个线上补教软体做的广告啊！坠机。那叫什么？许，忘记了。那个老师的名字叫什么？抓他！抓爆！耶！耶！
猫给你们看哦。哦，可以啊，要猫要猫还不容易。这真的看不出来有裤子啊。啊，哎有哎，有宝玉哎，这个不是特殊报酬书。力战黄金恐爆，金爆汽油战。我特别为了力战恐爆配了一套耐豪耐满装。打开食欲之门，交货不管怎样，灭尽开花， 这也太简略了。开阳瘴气，秋季诺塔尼正气之谷。哎，欸，怎么又达成了？活动任务，比丘尼啊啊啊啊！差不多，这七分已经打七分钟了。三分、八分、一分。脉动本能，耐震龙，搞像乌托骑士一样。政治游戏，但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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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内阵龙，感觉像是某个，感觉像是政治人物的名字。内阵龙。如果他真的出的话，我就会实况了。咦？我不能说。哎呦哎呦！我们的米伦达啊，剩倒一次哎，他已经把两次扣打给花完了。说那个美人达不是那个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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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Prada 的恶魔什么的，哦，看到了，好大字，从这里就看到。
Generation， 只会唱 Generation 而已。嘿，一，哎，哎，哦，黄金色，你是下对不对 ？Oh my， まさか、シャーツナブルですか？哦。没人打、啊、但是现在是深夜，我不能太嗨呀、啊。到时候，那瓦工房间在我正上方，到时候下来骂人。我整晚不睡觉，那大声大小声的。Generation， 是说那个 GGO 不是出了吗？虽然说我没有买了，我的虚空幻界都还没打完，我的虚空幻界在那里停摆了。自从开始玩魔物猎人世界之后，不管是尼尔还是刀剑神域，还是之前的 Tales of Berseria。还是那个什么，我还有什么游戏最后没玩的、啊？那个什么 ，Fate Extel 啦，还有什么？嗯，我还有什么游戏没玩呢、啊、？RO 嘛，然后对，自从开始玩这款游戏之后，以前做所全部系列通通都停摆了。活动活动，因为血是没停摆啦，我不是才刚出第六集吗？只是说我现在血瓶没有，所以我还要先刷血瓶。刷血瓶哦，还是我去刷钱，然后去买，去跟那些，还是等我去商店买血瓶会比较快。453房，感觉像是还是会很快就被毙命的。耳塞、耐震，还是护好、耐好、耐满。锁果。就很想配吃菇，真有吃菇就。省很多药水钱了，风茄这么好种，我一场就多18个，一场有18个密药的扣打，吃好吃满，就扣一点点血也吃密药。可是要配吃菇的话，真的很多东西都会卡到。荣耀珠到底什么时候来啦？天哪！打了很多八级猪，结果最想要荣耀的没来。哦，在这儿。
我打头阵哦。埋伏啊，对，之前还有玩 GTA 5啊，看门狗啊之类的。起飞了，起飞了！冰山，我看真，我应该要拿，啊哦去，我应该要拿冲枪来打是吧？反正我有冲枪，拿我的公主冲来，龙山冲其实也可以，可是我比较喜欢玩全弹发射，所以我应该拿公主冲。我已经不用闪了，反正我都能耐震。哎呦，耐震打拱爆真的很舒服。把钢弹漆成金色的，也只有你办得到。不是漆成大红色，就是漆成金色。What the fuck？ 竟然不是冲刺，是吃嘴炮。原本还想说绕过，边喝水边绕到后哈，绕到旁边去，结果就被喷死了。God damn， 妈妈的嘞 ！Go me na sai， 我累惨了。按下 ESC 键，みんな聞い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。哎，为什么？喂，这样也够到？啊，枪客！要升气焰等级，还是靠剑切？我砍。ouch！ 喂喂喂，这么远还喷到？
这是什么？这个是那个被生化武器侵蚀我殆尽的前一刻，这样子，我的边边已经被侵蚀掉了。那你都走这么远了，为什么还被喷死嘞？那也太痛了吧！而且我正在喝水耶。那个是我正要喝水的样子吗？正准备喝水，边喝水边跑开，然后就被喷死了。不给机会啊！不给机会啊！欸，不要撑到五六百房比较适合吧，这样加粉船也只能接近五百房而已啊。如果再失败一次，就算了吧。再失败一次就算了吧，那就代表说我技术没有办法打，就不要去雷别人了。脉动本，还是其实我是需要吃骨，光靠那个补药补太慢了，这样子。太恐怖了吧！联邦的新机体都是怪物吗？那 Capcom 出的新魔物都是怪物吗？它确实是怪物，都叫马莫诺了。天哪，这只！赌输两台 PS4 拿出的模型，如果我死了，我就赔你 PS4 这样子，烧给祖先。猫车老司机开飙了。祖先大人，请您带我过恐暴，这样子。如果是祖先大人的话，一定没问题的，对吧？爷爷想起妈妈的话，祖先的伟大。咔啦，来吃粉粉，来多吸一点，多吸多健康。一击，处理。啊！大雄才，快逃啊！我去！哦，这是。
我使用无敌飞机。哦，飞刀飞。大熊才逃了，快逃！大熊才，你敌不过这家伙的。走，再找你。哦呦，好险，好险！呜、哦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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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游戏是给你这样上上下下的吗？没按到，哎，跳跳虎哦，哎，你是恐暴龙还是跳跳虎啊？你说，你的好朋友是不是维尼大大？啊啊，要被编台了。哎，大熊在干嘛啦？啊，被甩出去啊！呀，这不是，这不是某那个闭气之类的，然后请放下插香的饭之类的。魑魅魍魉，百鬼夜行。哎呦，滑头鬼！哎，这也太远了吧！宰了啊！他这根本是，这根本已经不是口臭，根本是毒气四红。最后想到我那个当兵的时候有那个核生化训练，要让我们进毒气室。我真的是不想要再去吸一次，那个太可怕了。饿了，
太地狱了。真的要躲他脚下，被他尾巴甩到总比被他嘴口臭喷到好。感觉还是别随不要随便起飞比较好，随便起飞又被打下来。起飞喽！我去！你到嘴后是骨头出来。不错，不错，不错，他还是读书。你这闪光弹这么好控他，他一直在丢，我跟前面那个双刀姿势一模一样。哦，好险好险，还有这些躲够远。打些热舞塞跟耐震都很重要。抓到了，快砍他尾巴！好嘞，两刀都没砍到，放心。哦去！哎，就他们都超会闪。请容许我回去补药。我的药就快被喝完了，他跟我一样回来补药的，两个太刀一起回来补药。エルフサイカーグルメオゲットだメオ看過作品弓箭手是那只青龙吗？控场控得好好，他遇到神手，
总裁，快逃啊！你怎么又被抓了？大总裁，快逃，快逃！你敌不过他的，快逃！只能用成语对话，呜呼哀哉！哎，不对，这不是成语。成绩啊，成绩什么的，咋一定了？我跟你们喂，哦，飞好远，哦，还好还好，这距离没问题。先别说这个，你听过安利吗？前几天我在麦当劳吃饭的时候，看到一群安利在开会，一大堆妈妈级在开会，要如何像一些那个老一辈的推销安利的产品？我这不是推销，这是分享。这夺命金刚甲，我是金刚腿，金刚腿，他是铁头功，哇好，哇好，哇好，奇怪，我尾巴不是弱点吗？我还是立正的弱点被改掉了。立正弱点其实不是尾巴的。哦哦哦！你不是要向前冲，就是往侧边。我撑十秒。老车老司机。哎，不会破坏，不会破坏。OK， 再回一趟营地。水气。嘟噜噜噜噜噜。接下来，全力往左跳。
你为什么会知道 BOSS 的动向？你如果早点说话，他就不会死了。你是风色玩家，对不对？不对，这款游戏在出的时候，我根本没有 PS4。我是为了玩《魔物猎人》才买 PS4 的。还不是什么逼他呢？我那个发售那天二十的前一天，就是电玩展前一天，电玩展前一天我就去排，我就排第18个吧。那天夜排的，我在非常前面的位置。尾巴什么的不重要，哎哎，他死了要死了，等一下，不去挖尾巴吗？大家他都不管尾巴了，对吧？尾巴那只尾巴，但是打赢力战恐暴，跟尾巴哪个重要？但是力战恐暴做了。为什么后悔了？我的 PS 也是同款机啊，可是它的那个膜好像，它的那个膜感觉很那个，根本就没有膜啊。对，你是说有膜，不如说它根本就没有膜。你稍微只要在，我只是把手啊压在上面，就是。再拿动主机，然后大拇指在上面，他就在上面留下印了。妈妈乐嘞！我猫车老司机，你虽然两猫，不过我们还是成功了。感谢你没有第三猫。黄金色的，对啊，不过这就是求一个纪念性啊，对啊。我到现在还没有保姆，到现在我还把那个里面的那个这是什么？那个白色的那个保护套子，也、欸、不算套子。我不知道这到底怎么称呼，海绵，这是应该不是海绵吧？总之我就铺在上面了、啊，我就把那个最上面盖着，避免我去摸到它。哎，英雄龙脉石，污秽，英雄龙脉石荣誉，啊，再开魔物。在开魔物的时候很大声了，我让大家听一下我主机的声音。差不多是这个音量。为什么不是公啦、啊？哦，我又没有玩哦。躲藏高手看，蹲下躲藏成功。我又不是故意躲的，好不好？我只是被打到那个包子群里面而已。我是不想，我是被打到。我是被打飞躲进去好吗？我是故意躲的。
开机时候很吵吗？没有吧，我没有开游戏，我应该还好吧？可能你听力比较好了。或者400小时还没白金，我现在350也还没白金，而且我现在好像成就好像才70几趴而已吧。なんてことだ。兽龙种。我只剩大小金哦，这么厉害，那些稀有品都抓到了。稀有动物啊，不稀有品。噔噔噔噔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！我还是找不到那只鱼，还有黑鸡也找不到。我今天下午我在自己偷玩的时候，自己偷玩的时候，那个。有遇到白鸡，我在赚钱正骨的时候，发现是白鸡，然后就迅速飞回营地，然后换上装上银币一装再回来，还好他没有不见。刷地图，就是一直换洗地图，洗到它出现为止。就是慢慢来吧，ゆっくりしていてね。化石鱼是有现状七只骨才会出吗？还是其他也会出？喂，妇产科医师冒险团。你说放哪个？你说这个超大回复蜜虫，你这个搞坏，惨了，回不去了，我把它换掉。超可爱的白鸡，脚好长。就你明明蹲着的时候都还很可爱，但你站起来就变好恐怖。不是有一只那个兔子吗？哎，是什么兔子啊？那个脚很长的兔子。然后有人帮他配那个 Unicorn 的 BGM， 原本蹲着的时候都很可爱，直到他站起来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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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其实企鹅的脚也很长哦，只是它肚子太大了，它肚子已经垂到把整个脚都盖住了，不然企鹅脚其实也很长。其实鸟类的脚都蛮长的啦。原来你长这样子啊！我就看过你爬在树上的样子。可能性之兔，那个真的超像。所以这也是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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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久之前，我又再去把《Unicorn》看了一遍，没有，我只看第七集啊。
你怎么都跑到我背后？不要到我背后！你踩到我的影子，我踢你哦！我刚刚到底进去干嘛？哎，进去做什么了？忘记了，算了。哦，快四点了，我看一下我能不能把我的限制级装备重搞的。一切都是为了那套装备。贝塔，克制完了吗？我不，神杀蓝，八十八十，七等九等。对，我还有竹头，竹头还没冲。就我竹头了。解决脱，太久了。好了，那先去睡好了。那么这段就先这样子好了，先休息吧。还太久了，所以今晚安喽，晚安了，晚安喽。今天大家都嗨嗨了，先休息吧。OK， 就先这样子，不然现在应该怎么赶上啊？那梦幻宝盒下次再继续好了，明天早上再继续。如果明天早上没有接到电话的话，晚安晚安。已经要四点，天都快亮了。本季新番已经各种最后一集了，我在开台前才刚看完 Citrus 的最后一集，举里举气的，大局已定。